好，欢迎各位来到了 Unit 2啊。那么第二个单元的第一部分单词实际。那么昨天我在我的微博里面看到有同学留言说，这个老师我打了鸡血一样，想每天学四个单元，四个单元包括 AC 部分。我讲过，一个单元指的是两部分，对吧？AC 都要学完才叫四个单元。那么我非常反对这样的态度，因为大家可以看看历史上一些事件，随便什么事件，伟大都是滴水穿石啊，都是细水长流、水到渠成。突击是非常不合理的学习方法，因为你突击只会导致一个结果，让你自己过于疲劳，后期反而没有动力。所以大家记住我说的话，一天就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包括 A、B、C、D 四个部分都要学完，当然是这样的啊。那么 B 跟 D 是测试，AC 部分是我讲，一个叫输出，一个叫输入，这两个结合在一块儿，缺一不可。那么一天一个单元。紧接着我们进入今天的任务 Unit 2。首先我们进入比较相对简单的单词实际，那么这个部分串联完之后，我们再进入后面的 C 部分的讲解。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词叫 peer，那么 peer 我们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 Unit 1咱们见到过这个词，这就是我们多看句子的一个好处，它前后可以串联。那么在我们第一单元提到 peer 的时候，我还特别强调过它的第一个意思，当然了，它本来的意思可以叫做盯着某处看。叫 peer at 固定搭配 peer at 啊，叫盯着什么什么地方看。那么它做名词有一个意思叫同龄人，就同辈。我记得当时我们出现的一个搭配叫做 peer age 啊，同龄或者 age peer 都可以啊。那么它的词组包括来搭配当中的同义词组，既然有 peer at 盯着看，你看还有叫 gaze at 凝视，这两个词强调的点是不太一样的。peer at 这个盯着看啊，它更多是很费劲，就是比如说我这样。你看这种眼神叫 peer at，gaze at 是这样，看呆了，盯着看啊。我是天生演绎派的，有学戏剧表演的可以给我一些指导啊。那么 gaze at 是这样一种情绪，不一样，一个是傻乎乎的盯着看，呆萌那种啊。gaze at 呢，然后 peer at 叫做费劲的看，看得很吃力这样啊，一种感觉。那么 stare at 也叫凝视，只不过各位需要在 stare at 后面做一个笔记。从这两个词的区分又有意义了。gaze at 这种盯，更多是因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写一下，因为 surprise，因为 unbelievable。我们每次看 NBA 直播的时候，经常听到一个词叫 unbelievable，叫不可思议的 unbelievable belief。大家都学过一个词叫做 believe，对吧？believable 加 able，伟大的 able 后缀能够怎么样？叫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部分合在一块叫不可思议。那所以 gaze at 叫吃惊的，因为惊叹而看。啊，就它是很惊叹的来看，为什么呢？怎么记？来，很简单，gaze。看到 gaze 的发音，想起谁？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咱们写作文经常举到他的例子，叫做 Bill Gates，对吧？Gates，盖茨，gaze。你看谐音，可以给你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串联。哎，你看到 Bill Gates，现在我录课录了一半，Bill Gates 走进来了，什么感觉？吃惊、惊讶、不可思议，unbelievable，一定是易容术，把他脸上扯下来，发现他刚刚去过韩国，对吧？来，扯下他的脸皮之后，发现是马云。好，stare at，各位来看，这个盯着看什么意思？记，这个是 unpolite，这个盯着看就很不礼貌了。就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我就盯，我就盯。大家应该知道，有时候为什么我总是说，去上自习的时候穿自己平常最不看重的衣服、最休闲的衣服，反而效果更好。因为如果你穿的是一身新衣服的话，自习效率反而会变低。为什么？你会期待别人看你啊。有人就比如很，我发现很多人不信，大家拿个 camera 在后面拍自己，你穿一身新衣服走路姿势都不一样，女孩子、男孩子也一样，穿个 T 恤，穿个裤衩去上课，可轻松了，坐下去就看书。哇，如果穿的是一身西装加一件刚刚买的上千的衬衣，坐下去之前都会多一个动作，拎一下手再坐下去，怕压到自己的肘子，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 stare at 的感觉就是你穿了身很漂亮的衣服坐下去，旁边有人盯着你看，那种眼神让你很不自在。复习效率会低，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人会犯贱。你用你眼睛的膀胱往旁边去扫，我叫做膀胱啊。扫的时候，你发现有人在盯着你看，你会很烦吗？讨厌，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你就不好好看书了。过会儿他不看你了，你又烦，他妈的讨厌，怎么不看了？我靠，你也会受不了啊。Stare at，来记一下，这个叫做不礼貌，很不舒服，盯着你看啊。Glare at，就看两个字就可以了，怒目而视，这个是生气的。Glare at 啊，gleam 这个词根，来稍微记一下，这边不多说，后面会讲。gleam 就是放光的意思，放出光的意思。你先记下来啊，第一次一回生，二回熟。
我现在讲一回，你根本别求记住，稍微带一下，为后面做铺垫。还是我那四个字，细水长流，沉住气啊！我现在就提到这儿，你写勾勒叫光，它有各种光，对吧？有光滑还是光亮？我现在先不说，至少来马上想到一些词 ，glow， 你看 ，glow 叫发光发热，比如说火星叫 Mars， 经常叫做什么 ？A glowing red planet。一个发着光的红色的星球，对吧 ？A glowing red planet, glowing, 马上就有一种感觉叫 red and hot, 红热，这样一种发光发热的 glare at, 怒目而视，你看眼睛里有凶光，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里面那种坏人出场一定有个动作，或者好猛的人一定把眼镜脱一下，像当年的《灌篮高手》里面那个安西教练，他不是坏人啊，但他很有气场，眼镜一脱一道光，那走过去。就那种感觉好屌的样子啊 glare at 就这样好往下走 peer 同龄人仔细看再来看它的同义词第一个叫 contemporary 同代人哎，你看这就是课程放在一块儿反复串联的好处马上又想起来咱们 unit 1提到过一个词叫临时的暂时的叫 temporary 就这个词吧我还会讲过比如说临时工叫 temporary staff 哎，不记得可以倒回去再看这有什么好紧张的前面二十个单元你们就是被我去各种纠结反复介于那种哎呦前面哪个地方朱伟讲过后面讲过哎这个时候如果你坚持再走第二遍再听一遍马上就不一样就这个道理啊 contemporary 所以从记忆学的角度来说正确的记忆方法并不是拿一个词读五十遍对吧 temporary 临时临时临时暂时 temporary temporary 临时暂时暂时临时结果发现嘛 temporary 才读了两遍临时暂时暂时临时读了嘛八遍你不能这样去做啊那么其实正确的记忆方法是让一个词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之内多次出现啊，比如说我今天出现一次后天又出现一次大后天再出现一次就真的忘不了而不是拿了它 abandon 放弃放弃 abandon 放弃放弃啊 temporary 叫临时那 contemporary 来记这个部分 temper 就跟时间有关的一个词根叫临时的暂时的当下的那么 con 叫一起 together 我讲过叫一起的时间点在同一个时间段所以它叫同代人做名词形容词的意思叫什么来做笔记形容词的意思就叫做当代的 Sorry, 记录一下啊 contemporary 名词叫同代人啊，做形容词叫当代的同代的跟这个 peer 一样的做形容词叫当代的现代的比如说有一本杂志叫当代文学你看它就可以叫做 contemporary 文学怎么说来一回身两回首前面讲过一个词根前面讲过一个词根叫做 liter叫做有文化 literacy 文化好文学叫 literature literature 对吧写下来啊 literature 文学比如说 Mr. Silent 莫言对吧 Mr. Silent 莫言不要说话啊 Silent 先生老外对他的一个昵称来往下走继续 issue 前面也提过一次的啊叫发行 发放我们前面讲的叫 publicate发行对吧像公众公开 publicate 做动词叫发行 issue 名词叫问题 issue 对吧比如说我们的美国研究生考试 GRE 有一篇作文题就叫 issue 你要会分析问题你要辩证你需要具备一个东西叫批判思维怎么写还记得吗 critical thinking 啊，所以 issue 指的问题一定是批判性有争议的话题叫 critical thinking 激发的是你进包括研究生考试的作文也越来越考察这个就你是不是人云亦云啊？这是字母 T 啊，连写字母 T thinking 啊 critical thinking 要有批判思维跟别人想的要有点不一样那么形近词包括哎 tissue 像吗这种词很崩溃啊。这个叫发行发布、问题版号版本等等 tissue 叫组织其实啊这个部分啊 ISS is S它都代表一些你看特别是这个意思比较明显啊 tissue 比如说可以指 tissues of your muscles 你肌肉的组织它指的是那些分解之后的一些细的所以它叫薄的细沙品你看面巾纸这些意思不用背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一片一片一丝一丝一条一条的东西你看问题也是这样千丝万缕一丝一丝一条一条很多小东西揪在一块所以 issue 有这样让人头晕争议的意思所有有这样的词跟 issue 发出的音它都有这样的意思比如说我再举一个 fuss 你看发音像什么你看又是这样的 ISS 只不过变成了 USS 也都是小小的东西你看 fuss 什么叫大惊小怪谐音正好叫发丝看到没有发丝大惊小怪比如说我朱伟上课上了一半突然发现一根头发掉下来我大惊小怪头发掉了、fuss 就这个意思啊，这个音发、不好意思刚刚我颤音颤得太狠了啊，叫 fuss
发丝叫大惊小怪，比如说它有了雌阻搭配，你看你背到这儿，你就跑了，你就把自己给弄死了，没用啊！你要会搭配，所以我总是说，同学们怎么测试自己有个单词要不要去查？我给你一个终极标准，凡是你不能脱口而出它的一个搭配，你就是不认识，懂了吗？就好像老外，我上次讲过的，他一个人背一个字叫 cow 没有用的，他要背靠近，否则是骂人的，哇 cow 对吧？你即使要骂人，也要说哇 cow。所以一定要有搭配啊 ，fuss 它的固定搭配写叫 make a fuss over or of something，make a fuss over，make a fuss of something， 叫对什么什么感到大惊小怪、吃惊，又跟前面的 gaze at 惊叹的盯着看有一丝呼应了啊 ，make a fuss over，make a fuss of， 好，小东西。那么还有一些东西我就不说了，都是小东西。你看，比如说屁股 ，ass。如果说觉得它不够小，来我们天天骂人的菊花叫 kick your asshole， 在美剧里面经常听到吧，你不要翻了， S 叫屁股后叫那个洞，你觉得呢？我不要再描述了啊，你不要让我变得那么猥琐，叫 kick your asshole 啊！你们在微博底下跟我留言没问题，上课的时候大家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在因为我很痛苦啊，你们我巴不得现在扛着摄像机让你们看看我周边的环境啊，就整个这个周边在一个屋子里面，后面是蓝色的底，你们看不到，就是拍电影当中那种蓝底嘛。然后我感觉自己嘛，在里面跟嫦娥一样，在里面飘，一个人在里面搞，整个屋子里没有人，十个平方，很痛苦的。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在对面跟着我的节奏，或笑，或努力学习。我得激发，有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录两个小时，我想躲在角落里哭一会儿，太痛苦了啊！所以你们一定在对面要投入进来啊！你们有什么要求，在微博跟我提，因为我也只能是通过这个方式和你们联系。然后只要你们的要求没有突破伦理道德底线，我就一定做啊！就说老师上课上了一半，我觉得好无聊，你能不能吐个火？我就变成葫芦娃，我就吐火了，吐没问题的啊！胸口碎大石，哇咔啪吐一口血，都没问题啊！好好听课就行，加油！来 ，asshole 不说了啊，这个词理解一下 ，fast 才是终点。那么继续往下看 ，claim 这个词叫提出要求、断言 ，claim 大家看。claim 本来就叫提出要求，这个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词根，发出声音 claim， 所以它有一切的。你看中文全部扔掉，宣布、宣告，要赔偿 ，claim for my loss， 你觉得呢 ？claim my loss， 通报我的损失，都是一种感觉，所以它叫声称、要求、提出要求、索赔，动词、名词都可以。反正我发出声音，这种声音的感觉是很正式的，就可以。claim 它的形近词有 proclaim， 来，基本功慢慢的有了。pro 代表向前，要冲到你面前对你讲。叫宣布、宣告，大家可以做一个笔记。这个词的姿态是非常的 formal， 非常的正式的 formal， 啊，就非常的正式、官方那种感觉 ，formal， 啊 ，official 那种感觉，声明。disclaim， 诶，看到没有？有个 dis， 想起来了吗？我讲过多少遍，不要看到 dis 就是 not。dis 做前缀的标准含义叫做 away， 它确实有向下的情感。你如果只是把它翻译成 not。它只是否定的含义，但它其实 dis 根本的含义叫分离、离开、away 也偏消极。所以刚刚我们前面讲过一个词叫做分配，叫 distribute， 有一个词叫做 distribut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叫分配 disclaim 来了，这次怎么样？你看，我走了，我不说了 dis， 你看本来前面后面叫说 claim 词根叫说出来 ，dis 叫不说了，所以它叫拒绝、放弃、否认。你给他拒绝承认 ，disclaim 放弃否认，主要考察含义否认，还有一个抛弃的意思 ，disclaim 啊，接下来 acclaim 来了，欢呼雀跃，那大家会有疑问，前面的 acc 什么作用？我这次不多说，我就提一句，这个现象非常常见，那我就不写了啊 ，assattall app acc， 大家是不是有印象见过很多这样的词？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来，别记了，它就是一个作用，等于一个词 to。先写下来，后面会专门讲。所有前面双写 double 的部分就等于一个词 to， 而它的词根部分在这儿 claim 在后面，这个我相信各位没有争议。所以后面只有 claim 叫呼喊，关键前面有了 to 之后叫为了某人而喊，因为我讲过 to 是这个姿态，叫听你的，你说了算，用手指着你 point to you， 所以叫对着你喊，为你喊，所以叫做为某人喝彩欢呼，它是有明确目标的，听懂了吗？没有 ACC， 只有 claim 叫呼喊，你也不知道他在喊什么。Acclaim 叫为某个人而喝彩。好，那么它的词组部分，来我们来看第一个 lay claim to， 叫对什么什么提出要求，固定搭配背下来就可以了啊，没什么好说的。lay claim to， 你背
你背下来就会啊 lay。 那么至少我们关于 lay 的短语到目前来看，我们前面还提到一个叫下岗失业，叫 lay off， 还记得吧？下岗失业 lay claim to 比较简单，因为有 claim 啊，对某人提出要求，就这个意思。那么 lay 其实还有一个短语考试经常会考的，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叫 lay down。 lay down 叫发布制定，发布制定有点像 enact， 颁布了某个东西，有点接近这个词，叫 enact。 enact 这个是字母 A 啊， enact 发布颁布发表一个东西叫 enact， 写下了啊，这个还不难。来，紧接着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叫 allege。 allege 同义词，刚刚叫喊表达啊，来了，又是一种表达，声称断言，还记得它吗？ allege。 来再看看这里面有个词跟明显是各位认识的，法律哪里？ lack。 lack 我讲过这个词做词根，腿它做词根叫 law， 法律的意思啊。所以 allege 叫以法律的名义，你看宣称断言断定，那姿态就出来了啊。 allege 声称。 contend， contend 这个比较简单，有一个四级词根在里面。 tend 我们都学过，有个短语叫 tend to do something，叫倾向于做某事，叫 tend to do something， 有印象吗？ tend to do something。 那么一般我们考到这个部分就两个词，一个叫 tend to do something， 还有一个叫什么？ incline to do something， 叫倾向于做某事啊。 tend to do something， incline to do something 都有倾向性， incline 本来就倾向于的意思，因为词根 cline 也叫倾斜， incline to。 contend 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叫它的倾向， con 呢所有的都说出来，所以叫主张声称，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拿出来，因为讲过 CO 叫 together 一起啊。那么继续 assert， 讲过词根 cert 又来了，确定 certainly 对吧，所以叫声称断言，我很确定，我的态度很坚决，所以叫声称断言。你看全部记下来，反复反复就记住了啊。好，那么紧接着我们来看 patent， 不要搞混了，很多人觉得这个词长得像父母 parent。 patent 叫专利，patent 叫专利啊，你专属的这个东西。那么做动词叫授予专利，形容词叫专利的，专利的啊。那么明显的基本不考，专利产品做名词都可以，这个词为什么小词七个字母以下，提过一次，你看果然动词形容词都名词都可以用，基本上啊。 patent 是这样的，那么词组跟它有关的，比如说搭配，第一个来了，一提到专利我们就会想到一个东西叫知识产权，叫 intellectual property，接下来叫 intellectual property， 这个叫知识智力 intellectual 产权 property， 它可以理解成所有的财产，就甚至有时候指的一个人就说 it's my property， she is my property， 那这种表达比较的大男子主义一点啊，但是它的感觉就是 property， 它可以指很多东西，包括你指着一套房子都可以说 property， 所以我们总是讲房产房地产，房产也可以叫 property。 前面还讲过一个什么词，财产叫 real estate， 一回生二回熟，这叫不动产，还记得吗？ real estate broker， 不动产经纪人， broker 叫毁人不倦的人，叫 real estate broker， 对不对？好，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啊， property 这个词。那么关于这个 property 它还有很多意思了，比如说它可以叫土地啊，房产啊，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地下乐队啊，但那个乐队的名字叫 Dusted， 因为我自己玩过两支乐队，我现在自己有一家小酒吧，也是合伙人，我自己玩，反正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在这儿，你努力工作奋斗无非是什么，尽快实现财务自由，财务自由才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很多人很傻，天天说啊我要自由 freedom， 皮脑被洗多了，你懂什么叫 freedom 吗？首先是 financial freedom， 财务自由，你要在经济上 economic independence is the first step 啊，所以大家会发现你第一步要财务自由，财务自由之后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才是人生，否则苦逼的天天就是买房按揭找男朋友，然后找了男朋友之后男朋友不靠谱，男朋友带着他的男朋友来见我了，我靠，发现倾向有问题，自己靠自己啊。 property 叫知识产权，那么它还有意思叫土地，有一个乐队我喜欢的叫 Dusted， 英国一个地下乐队，唱过一首歌叫 property line， 早上跑步首选推荐歌曲，用了一种音效叫楼道音效，就那个声音好像你在宿舍里面听到那个，你在宿舍假设在六楼，那个一楼楼道里面有声音传上来，有种人喜欢在楼道里面跟水房里面洗澡的时候鬼哭狼嚎，为什么？因为有混响声音在里面嗡嗡嗡嗡嗡嗡在里面混，特别爽，那他用的就是这样一种音效，你感觉这个人唱的时候声音是从楼道底下传上来，听一些有逼格的歌啊，
必须要这样，别天天就听一些流行歌曲，鄙视你啊。Poverty line 叫做地界线、地平线、界线，画了一个界线、地界线。比如说修房子的时候，啪，先拉一个基地、基线画下来。Poverty line， 听听看，早上跑步首选歌曲，锻炼身体首选歌曲，特别棒啊，很耐听。来，再往下，继续，看下面一个 court， 叫法院、法庭。啊，这个不说，简单啊 ，court。那么，请问在法院里，你引申出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我说过，英语是一种不重意思但重情感的语言。那么，请问提到法庭，你想到什么样的情感？在法庭里面什么感觉？要很庄严，对吧？很注意保持安静、态度、礼貌。那么来，所以有了一个词叫 courteous， 叫做礼貌的名词叫 courtesy， 文明、礼貌。比如说，老弱病残孕专座。爱心专座，注意看怎么翻，你还真的傻里吧唧翻老 old 弱 weak 残，哇靠 disabled 无能的男人又来了，凭什么说别人无能，那说的好像是别人是 infertile 不孕不育一样，又来了。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不孕不育专科的朱主任，朱主任你好，观众朋友好，我给大家带来一款新药叫前列康胶囊，吃了一粒生七个葫芦娃， infertile 不孕不育啊 ，fertile 叫肥沃的，所以不要乱写啊！残疾人在2008年1月份中国考试，花了两个残疾人让你写，两个人合作一起克服困难，结果一帮人写残疾人用的都是反人类的单词，用的全是什么 disabled， 还有更狠叫 man without legs， 没有腿的男人们，你怎么写的那么的原生态呢？真受不了啊！所以各位别，请看别人老弱病残孕怎么用的，叫 courtesy seat， 就是一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座位。清清爽爽，这就是美国人的思维，西方人语言的思维啊！你看到美国手机被偷了，下了机场要打电话，你看 courtesy phone， 体现文明礼仪的电话啊，叫 courtesy phone， 就这么来的。那么说白了，这些东西文明礼貌到最后提的都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有换位思考能力，一个社会要进步，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中国人连大学生有时候都不能做到在公共场所讲话声音小一点，这都是最基本的文明。全世界对于中国人的印象就是声音无比大，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所以这种民族会在世界上被别人瞧不起。各位一定要改啊 ！When you are in the foreign country, you are China。啊，你在别的国家的时候，你就是中国，所以你的一切做的一切行为都会被别人无限放大，很重要啊！所以大家看，我们需要具备的是一个什么素养？叫做换位思考能力。英语当中有这个词吗？还真有，叫时下非常流行，在中国国内。只要做领导培训啊，什么商学院的课都会提到的一个词，领导要考虑下属，下属也要替领导考虑，上下契合打通，所向披靡，叫同理心。同理心什么意思？跟别人有同样的理解的心，换位思考。哪个单词？ empathy， 来跟我读一遍 empathy， 用这个词写作文逼格就高了。我们倒学过一个词叫同情，怎么写的？ sympathy， 自己观察，这里面明显有个部分以后可以大胆的推测跟感情有关，就是 pat， 你看 sympathy， 你看刚刚专利叫 patent， 难道专利不是感情活吗？你说我朱伟关在这个屋子里录40-50个小时还是成品，最后剪切出来可能就20-30个小时，我心都痛，结果一帮人有些同学还不支持正版，你说我哪受得了？你说老师啊，凭什么支持正版那么贵？那等你有一天到社会上，当你辛辛苦苦有了劳动成果，你推向社会的时候，别人占你便宜，你那个时候哭你就别废话，因为你也是曾经为这个坏事添油加醋添了把柴火的。有时候一个全民占便宜的社会它就是这样，互相伤害，互相抱怨，除了自己所有人都是傻逼，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部都傻。所以大家去想想说的有没有一点点道理，你不要贪那点便宜，格局不要那么小，一顿夜宵少买几双袜子，对吧？跟女朋友少买几根皮鞭都解决了。开玩笑啊，不好意思，我这个人讲着讲着就癫痫，有时候脑子就口味比较重啊。I've got a heavy taste， 啊 ，forgive me。好，我们来往下看 empathy， 大家加油啊！就是一定要给社会传播一些正能量。其实我最难受的是有时候看到像那一年汪峰有首歌叫《春天里》，那么好听，汪峰自己唱的也很好，结果来两个人叫旭日阳刚，我没说他们唱的不好，我说的是他们拿别人歌出来唱理所当然，招呼都不打一声。汪峰最后出来说，你们至少打声招呼，汪峰也没说让他们给钱呢，对吧？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一帮网民骂汪峰小气，你说别人还真在乎上头条，你这个太不对了。你知识产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你看中国那么多选秀节目，天天就是那些个老梗，那几首歌搞来搞去的唱，我承认你唱的不错，但是能不能有新的作品，否则社会怎么进步呢？
你看西方人每年推陈出新，我们呢就是拿些老梗吵来吵去，没有人做原创了。为什么？第一，代价太高，结果呢别人盗版成本太低，所以现在奇异也好，优酷也好，全部在做收费 VIP 会员，太棒了，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各位不要在你还是屌丝的年纪就思想像屌丝一样，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一直说一句话叫物质屌丝一夜逆袭，精神屌丝永不翻身，就这样。我也是个臭屌丝，但是你看我自己现在30岁出头，我把我该做的事全做好了，家里所有人的房屋、汽车、存款，我现在如果不工作躺在家里，我女儿去美国留学的钱，你说几年100多万我都可以拿出来，就这个道理。也就是你格局要大，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太知道格局对于一个人发展有多大的重要性。我要是家里有钱，我说这个话那就是站着说话腰不腰疼，对吧？那但是我不是啊，我也是从零开始的，叫 from zero to hero。 所以各位一定，我知道你们都想成为 hero， you're nobody but you want to be somebody， 所以你得格局先起来。来，格局是什么？不扯淡，这个词我非得多讲，太重要。Empathy， 同理心，请换位思考。所以请各位支持正版。来，我们读一遍 Empathy 啊，那么最终也是为了你自己，不要被别人占便宜，好吧？叫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other people's feelings， 懂得别人感受的能力。好，大家看这个英文解释，一看有什么感受？我总是跟你们说，查单词不要查中文解释，实在搞不明白的时候查它的英文解释，一目了然，有没有点感觉？所以各位来那本字典啊，记得我推荐的叫柯林斯啊，它的英解释就非常不错，柯林斯英汉双简，柯林斯词典啊，拿去翻一翻 Empathy。 好，可以了，继续往下走。 Line， 哎呦，刚刚讲过 Property Line 界限来了， Line 就出现了。那么不给大家看它的意思，就是线，什么坐椅子就是不怎么考，加秤排队一根线，好，一根线。那么跟它有关的有哪些东西呢？比如新定词当中来了，跟我一起读，张嘴，假设在对面你们读了啊，凡是张嘴跟我一块读的考试必过。来读 guideline 的，不要反，不要读 guideline， 你看 D 浊化掉了， guideline 指导方针， deadline 最后期限， baseline 基线，基准线，底线， airline 航空航线， coastline 海岸线，你看 coast 叫海岸， coastline。继续 headline 不是 deadline 啊， deadline 是最后期限， headline 是大标题，主标题 headline 啊，就是你上面这个封面，或者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叫 cover 叫做封面封皮啊， headline。 继续 discipline， 这些发音好好的记下来啊， discipline。 我没有特别标注的，重音通常就在最前面了，好吧，中音位置如果我特别标的往后的我都会标出来，大家知道我的习惯啊。 discipline 叫纪律，惩罚，训练，主要是纪律， discipline 啊，不是很难。为什么呢？ disc 碟子，光盘，碟子， disc， 大一大二呢天天上网看东西， IP 有地址，结果呢现在需要一根线 line， 对不对？叫纪律，就这个意思啊。这个词就是我们的发展史，小时候的时候听碟 disc， 后来呢有了 IP 上网了，现在呢需要画一根线隔离。所以我在网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百日计划，100天，你看现在群里面10个群的人跟着我走，多有意义！就是每天晚上7:30开始关机，到10点，说老师，哎呀，有人会找我这个，你可以想出1000、10000种理由开机。其实没事儿，以前没手机的时候也没看你，活得比现在惨。但是现在有了手机之后，颈椎也坏了，每天就这样，对吧？注意力就不能集中了。但是手机最大的毒瘤在哪儿？你天天对着它，注意力就不集中了。这不就是2014年12月份考试的作文题吗？一家人在聚餐，所有人在玩手机。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读书读着读着就散了思想？所以带着手机去自习的都是自欺欺人。我总是说这句话，让手机远离你啊，给自己画一根线，至少在黄金时间每天要远离它。7:30到9:30刷微博的人那什么人呢？千万别啊，看书。来 discipline 往下走，下面一个形近词，读，张嘴 outline 你看 out 一圈的线，所以叫轮廓大纲，做动词叫概述，很简单，很清晰，大家看，把这些词跟义理顺清清楚楚的啊。Friendliness 来自于形容词 friendly， 友好的啊，叫友善 friendliness。 我又忍不住回去，礼貌怎么说？ courtesy 啊，记住 courtesy seat。 继续 loneliness， 虽然有 line 藏在里面，但它其实来自于孤独 lonely， 对不对？ loneliness 孤独，形容词叫 lonely 叫孤独的， alone 叫一个人 alone。 online 线上的
offline 离线线下，对吧 ？linear 亚麻布 ，linear 啊 ，linear 亚麻布的这个不重要啊，比较简单，尼龙嘛，就你看谐音也像我们说的尼龙，尼绒对吧？叫 linear，linear lineage 来了，血缘关系，家里的一根线，你看族谱怎么翻？叫 tree line。tree line tree 树，一根树上面很多线分支出去，就跟家庭族谱一样，叫 tree line。 你看，所以 line 本来就有家族延续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有了一个字叫 lineage。 lineage 叫血统世袭家族等等这样的意思。 lineage 忍不住让我想起前面我们提过的一个词根叫 king 叫做亲属关系，还记得它吧？ kingship king 先记下了啊。前面有个单元叫 a king to，前面省略了一个 be 啊，叫 be a king to， a king 啊是一个形容词，那就因为有词跟 king 亲戚亲属关系，叫与什么什么有关联，那因为有介词 to 叫服从于听从于听你的你说了算归因于，与什么什么有关联啊，所以大家看这些东西要打通它归属于的意思啊 ，be a king to。来，继续情境词 ，decline 向下。下降，那么主要考试居然还考这个意思，婉拒，委婉的拒绝叫 decline， 写下来啊 ，decline 要下降的意思，要委婉的拒绝。那么当然了，很多人就会忍不住问老师，那强烈拒绝呢？就有两个，一个叫 refuse， 一个叫 reject， 这三个词都叫拒绝啊，这个叫婉拒。你好，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这个时候女孩子说一句什么？你拿朵花，别人怎么说？把花收过来，我们是朋友。你看，婉拒 decline。Refuse 情感稍微深一点，排第二级。你又抱个花过去，你好，我可以做你的男朋友吗？别人女孩子怎么样啊？不不不，对不起，我已经有人了，推掉，这叫 refuse， 明确的拒绝，这个叫 strict， 啊，非常严苛啊 ，strict 非常直接。Reject 什么意思啊？强烈回绝，把花接过来砸你脸上，滚！我靠，流氓！你看 reject 强烈回绝，所以这个 reject 经常有一个。名词读音听清楚，动词读音中间重音在中间叫 reject， 名词读音跑到前面叫 reject， 这是一个单词读音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通常你会发现单词的名词重音多数都在最前面 reject， 你看研究名词叫 research， 动词叫 research， 动词你看研究人员叫 researcher， 是基于它动词的读音加个 er 叫 researcher， 叫研究人员 research 叫研究，对吧？ Reject 什么意思？名词叫落选者，比如说无论你考试落榜了还是找工作失败了被别人拒绝了淘汰了，都叫做 reject， 被人强烈回绝的，懂了吗？动词拒绝，强烈拒绝的 reject。 好，我讲得非常清楚了。 incline 刚刚提过，那倾向于叫 incline to， 写下来就可以了啊。它的名词叫 inclination， 喜好倾向，叫做 inclination 叫喜好倾向啊 inclination。 好，重点来了，看到了这个 to， 我们讲过我们每节课总会邂逅一些介词，把它讲明白了英语的大任务就解决了，因为英语当中有个难点叫词组，我也出了一本书叫词组贝多芬，对吧？贝多芬，大家如果词组方面有很大问题的可以去拿这个书来看啊，它是练练有词的词组版，因为练练有词主要聚焦的是真题句子，但是词组专门拎出来有一本书叫贝多芬，你们去扫一扫，我里面已经做好了归类，好吧，很便宜的一本书。那么词组当中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其实很多人会误会是因为前面的动词，不是的，词组的重点就是在介词部分，要吃透它。那比如大家看这个部分，叫 be subject to， 叫 be subject to 什么意思啊？叫服从于听从于，叫服从于听从于。来了，你好不容易今年背了这个，明年考试考这个 be prone to。叫受到什么的影响，后面又考这个 be apt to 听从于受到什么的影响，后面又考这个 be liable to 服从于听从于顺从于，后面又考这个 be akin to 归属于与什么相关， defer to 动词服从于听从于受到什么的影响， yield to 屈从于服从于，还有更狠的没考呢，比如说 succumb to。 各位你说哪年是个头啊，你背不完的，我朱伟现在写完这个后面他又考一个 surrender to 怎么办？各位听清楚，听清楚，这是你们要从我课上面真正学到的东西。我刚刚讲的一切都不重要，你只看到了谁 ？to， 以后只要看到短语加 to， 什么感觉？就好像我之前讲过，看到 with 就是与什么什么有关联，与什么什么一致一样。有 to 就一个动作，你说了算，听你的，服从于你，屈从于你，受你的影响，一切都你定，
你看，所有这些词都是这样的，服从于，听从于，有什么倾向不也这个意思吗？倾向于晚上十点钟睡觉，那就服从这个规则，你就这么翻就可以了，服从于十点钟睡觉的规则，怎么翻都行，只要意思是这样一个倾向就完全正确，没问题的啊。好，这些词可以把它记下来，重点不用背，体会一下。当然了，挑出自己看得最顺眼的一两个，比如说 be subject to， 中国人就很少用 subject， 这里做形容词叫服从性的。当然了，它也可以当动词，动词 subject 本来就有听从于的意思，所以它还有一个被动用法叫 be subjected to， 也是一个道理。包括 subject 做动词叫 subject a to be 都可以，都可以叫服从于，听从于啊，遵守于，服从于。那么各位要补充笔记，只需要再补充两个就可以了。在最后的十个单元我还会再串联，都是用 to 的。那有没有不用 to 做服从于，听从于的？那简单的有几个，第一个 obey 叫服从，听从，对不对？然后短语呢无非有两个，一个叫 comply with， 还有刚刚考的 abide by。 这就不用问为什么了，你就背啊。短语我都说了，特殊情况都有的。我们都以为在空气这个比例啊、氮啊要达到多少的情况下才能有生命，那结果还不就在那种很深的洞穴里面，那种沼气环境、毒气环境里面发现了有生命体，还说海洋到多少的深度里面，那一片黑暗，没有阳光，压力又巨大，压强又巨大，肯定活不了。结果你发现在深海区出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生命体，不就是这样吗？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个就说哇靠，原来生命体不是这样，正常的人不是这么活的，不对，99%的人都是那么活的。那生命就像细菌，有叫 life is a kind of virus， 生命就是一种病毒啊。life abounds， 生命无处不在 ，abound 又出现了。所以，它你不能因为这点东西的出现就否定规律。所以我刚刚讲了一句话，就是这两个特别背一下就可以了，其他的记住一个介词 to， 懂了吗？来，这两个怎么背？走的路上念呗，跟念经一样 ，comply with， abide by， comply with， abide by。很遗憾，你们以前怎么背 ？comply， 服从。abide 忍受，那就这么背，结果就不背短语，而这个词不考忍受，考 abide by， 服从，听从，遵守。 comply with 背下来，这部分我点到就可以，后面还会在最后十个单元，我再次强调很重要，大串联啊，到时候听完就清晰了。来，我们往下走， underline 在线的底下，在底下画线，你看 underline 强调，有这样的意思， line 你看在底下画一根线，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叫强调，对吧？你看看到这样的词你就要有感觉啊，它画一根线在底下。那么这个词当然它自己做形容词叫 underline， 就是经常考的一个词叫 underline， 叫潜在的、基础的、根本的，因为在底下嘛，叫根本性的、基础性的 underline。 比如说根本原因，以前都写什么各种写法，根本原因你可以写得很洋气，写 underline 动机 motivation，叫 motive 叫动机， motivation 鼓励的意思，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叫动因，谁说写原因一辈子都要写一个词叫 reason， motivation 就可以动因，所以 underlying motivation 叫有一个根本的、基本的一个观念，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有一个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就这么去翻译它就可以， underlying motivation 结合在一块是一个短语啊。好，继续强调提过很多，除了这个 underline 画一根线，还记得前面有一个 stress 吗？名词叫压力，动词叫强调 stress， emphasize 强调。继续 value 啊，简单词不花时间，重点是它的搭配啊。除了有评估，它做动词，有人用过吗？ value something highly 叫特别重视某个事，叫 value something highly。 你看 这叫逼格高的短语，叫 value something highly。 比如说我们认为友好是特别重要的素质， we value the friendliness highly，对吧？好，所以大家看，我们特别看重 friendliness，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用词就只要你用的词是一些小词大意，就特别容易得高分，而不是用出一些很奇怪的什么肿瘤啊、癫痫啊、前列抗胶囊啊之类的啊。好， overvalue 高估又来了， devalue 你看低估、贬值，看低了，我直接给了一个形容词叫 devalued， 被贬值的啊，被贬价、贬掉的叫 devalued。同义词来继续，价值当中有一个同义词名词 worth， 做名词叫价值，只不过考试这个词主要考的不是名词，而是它的形容词含义，固定搭配 be worth doing something， be worth doing 直接跟 doing 就可以了，后面不用跟 something，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比如说这事儿值得做， It is worth trying 就可以了，不要用被动。比如说我们以前说 It needs to be tried， 正常应该这么说吧，它需要被试一试，事情被我们尝试，肯定是被动，这个词不能用被动，就只能 It's worth trying， It's worth doing， 这值得一做，听懂了吗？ You are worth having this、啊、你值得拥有它， worth。 那么当然它有一个形容词叫 be worthy of something， be worthy of something 叫应得的。这里的 be worthy of， 你看它就两个短语，这个词很奇怪，这两个词都可以当形容词用。前面的 be worth doing 固定搭配叫值得做某事， be worthy of something 叫配拥有某个东西。所以这里的 be worthy of 就等于一个动词叫 deserve，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词 deserve， you deserve this， 你值得这样。当然你不能乱用这个场合，一个人躺在地上腿被这个大卡车碾住了，你跑去问他两个最蠢的问题，像很多地方电视台那些节目，什么都市现场，很恶心的。一个人躺在那个车底下，你疼吗？你还好吗？别人在流血，我靠，你觉得呢？所以各位，你看很贱啊，所以这个是不能用。You deserve this， 该啊，你活该，好吧？想开一点啊，没事，只是断了左腿，还有右腿，去这条腿有何足挂齿呢？你不要搞别人啊 ，deserve 叫 be worthy of doing something， be worthy of something 叫值得，该。那么这是 worth 的重点考法 worth。 比如我举个例子，有一档节目，大家如果英文的感觉想提高，来不要多，每天听一段 TED 的演讲， TED TED 网上到处都是，网易公开课一搜就有。 TED 的演讲最大的优点是短的三分钟，我还听过一分多钟的，长的二十分钟到顶的，通常就是十分钟五分钟，每天听一段这样的顶级演讲多好。研发中心在美国一个著名的大学叫 Princeton University，我在新东方集团一共有30,000多名员工，我是集团演讲师，集团演讲师我甘源，我们两个人都是新东方30,000多名员工，一共10个集团演讲师。那么我们还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啊，接受一些培训啊，各方面，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对演讲做一些非常系统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我自己说话，我讲课，大家会发现我还是蛮随性，就是我自己想到哪讲到哪，但是我知道我的大纲核心点在哪，但我大概能感觉到下面的听众他在哪个点需要被我诸位稍微刺激一下，挑逗一下，搞一下，怎么样都行，这叫 empathy。 那比如说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这个项目叫 TED， 它就有这样的设计，它的一个演讲稿有10几个人的团队来改，改3个多月修订它的演讲。所以包括国内有一个节目叫奇葩说，我们也有个演讲师也在里面，叫艾丽，对吧？那你看我们这些人在一块，我们经常做演讲各方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好的东西啊，听多了它那个结构就出来了。比如说写作文，我讲过第一段开头可以讲一个故事，就这个道理啊，因为 TED 里面所有人都是这么开场，所以各位可以去听 TED， 它的著名的演讲的这个节目的著名的 slogan， 它有一句 slogan 宣传语信条，就是每次节目弹上来 TED 3个字母弹底下有一句话叫做，它的 slogan 是 Great ideas， Great idea worth spreading。很多人看不明白，这个没有 S 啊，叫 Great idea worth spreading。 很多人以为这是一句话，这哪是啊，这标语是一句，这不是一句话，这是一个名词。你看 worth 是形容词，形容词，所以它前面应该有 be 动词啊，没有，所以其实整个这个一串标语它是一个名词，就是 great idea， 叫伟大的思想。很多人把这句话翻译成伟大的思想值得传播， spread 没错，叫传播，它这个翻译就不对，因为它不是个句子，它是个名词，所以应该叫值得传播的思想。 TED 啪，值得传播的思想，就这个意思。所以它省略了 Great idea which is worth spreading， 或者 that is worth spreading， 听懂了吗？因为省略了一个 is 啊，那就不行，所以它等于是省略了 that is， 否则从语法上说不通。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标题也是一个名词，它写即将揭幕的揭幕战，即将开启的揭幕战叫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Beijing Olympic Games、我不写了啊。然后呢出现一个词叫 Unveiled Tonight、Tonight 我就不写了，叫 Beijing Olympic Games Unveiled Tonight。 你看这个 Unveiled， 所有人看到 ED 就以为是被动，这个明显还不会学习，对吧？怎么会呢？他为什么看到 ED 就以为是过去式，明显不对嘛，这明显是被动，怎么会过去式呢？今晚节目那应该是将来时啊，所以它其实是 Beijing Olympic Games
will be unveiled. 好的 ，which is unveiled tonight. 今晚被我们揭开。那 veil 叫幕布 ，unveil 揭幕。啊，所以大家看 ，game unveiled 就叫做揭幕战，或者 unveiled game 都可以啊 ，opening 或者叫做开幕都行。好，价值还有什么词 ？significance 这个词不难啊，因为这是大家唯一认识的比较长的一个词。觉得逼格很高，好多人写作文必用单词，十大必用单词一定有一个 significance 啊 ，significant 有重大意义的 view 观点、态度、视野，动词视为、视作啊。沉住气，我讲过，前面我会讲得很慢，越到后面反而速度越快啊，因为很多扩展都在前面。view 叫视作、看作，比如说来了，你的眼界、眼光看的 interview 面试都学过了对吧？采访、面试，动词都可以，名词 viewer。观察者 viewer， 你看指示器观察者还有指示器 viewer 在盯着你看的，比如说有些摄像头盯着你看的都可以叫 viewer， 没问题的啊。来继续 review 明显是复习嘛， re again 再一次，再一次看，所以叫审查评审还有复习回顾 review 啊， business review 对吧，商业评论叫做啊，叫商业评论，商业回顾啊，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动词名词都可以，因为是小词。World view 世界观，对吧 ？In view of 基于，考虑到，写下来啊！你看这个马上就让你想到哪个短语 ？In terms of 叫依据，你看依据叫 in terms of in view of 基于，差不多的道理，鉴于啊，所以他们都等于谁？等于一个简单词叫 considering， 叫关于这个事情啊，基于 considering。就这个意思，或者 concerning， 关于这个事情就等于 concerning， 等于 considering， 等于 concerning， 或者还有一个简单的叫 regarding， 关于，对吧 ？With regard to， 考虑到啊，关于这个事情，由于，你看等等都可以有这个意思。In view of， in view， 在考虑之中，在能看见的范围之内。In view， in view， 就这个意思啊。Keep you in my view， 别让我看不见你，就这么翻。Keep you in my view。就这个意思啊 ，keep yourself in my view。好 ，on view 呢，在展示，加个 on， 拿出来的意思。比如说，代售的叫 on sale， 对不对？代驾，比如说适婚年龄的男女比例失调，这是社会稳定出问题的一个关键。哎，那叫什么 ？Man on marriage， 代娶代嫁的男人。Man on marriage， 你看 on marriage。代娶代嫁的代婚的人啊，所以中国现在男女比例失调不是最严重的时候，最严重是2025年往后，那个时候男女比例失调的4000万指的是代嫁代婚的 man or woman on marriage 啊，女性代嫁的，所以那个才危险，那个时候人的那个 libido 啊都知道，这个马斯洛需求当中人排名前面的就是 food and libido， 饮食和性欲啊 libido，逼格这么高的词，利比多啊 ，libido， 所以如果这两个解决不了，在代驾年龄有4000万，那个时候社会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中国考验中国社会稳定，很多人从数学模型啊，什么社会学各种角度来算，算了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现在最要接受考验的时间就在2025开始到2035那10年，是中国最艰难的10年，因为社会稳定的基石如果一旦没有就很麻烦，所以政府要想很多办法。我也可以推测，那个时候会是中国同性恋真正立法高峰的到来。因为在那个时候具备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对，而现在更多还是属于地下阶段 underground， 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不多说 libido， 逼格好高，跟别人聊的时候聊这个，去英语角我们来聊聊 libido， 我靠这个逼格多高，否则每次跑到英语角 where are you from， 老外看到中国人都躲嘛，都跟查户口的一样，40个中国人排了队问老外，第一个男 what's your name， 第一个问题全是查户口的，第二个问题就 Where are you from？ 第三个问题更狠 ，Do you love China？ 你说老外都疯了，只能说 Oh yeah， 怎么办？40个中国人围着他，凶神恶煞的，一帮人问他 Do you love China？ 他说 No， 想死啊，被抬出去，对吧？所以有时候真的我都同情在英语角出现的老外，你们能跟他聊聊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the topic about libido。老外，这么牛逼啊？那其实你就会这一句，紧接着你说 Oh yeah， 回去再接着练，来往下走啊。Take something in view， 想把某个东西拿到眼光底下来，什么意思啊？就是考虑的意思，等于这个单语 something into account， 想把什么什么拿来考虑。难点在于这两个 something 有时候会放到后面去，
有时候会放到后面去，我们看起来就很费力，叫 take in view something， take into account something。 中国人编了一个非常文绉绉的语法术语叫宾语后置，其实不用讲的这么复杂，就是老外的一个习惯，他不习惯在中间放。为什么？有时候这个 something 它是一个名词，他万一忍不住后面加修饰呢，哒哒哒哒哒，一修饰，哇，中间名词这么长，短语本来这么短，中间插一个这么长的名词，啪，头重脚轻，人为的割裂了。所以他们有时候直接把 something 放到最后去，便于在后面加修饰。来，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听懂？所以大家要体会啊，这是一种语法现象，我们后面多多少少能碰到一些句子给大家再讲。好，就要把什么什么拿来考虑。继续，同义词观点有哪个？第一个考的最多的，考研的 perspective， 词根在这儿， spec 先记一下，叫眼睛看，这会儿不多说，后面会专门讲 spec speak， 就叫眼睛看的意思。 perspective per 什么意思？不要误会是向前，向前是 per， per 是来，你想，叫不要强求不可知，要从已知推未知。已知的是什么？已知的是我们学过一个词叫完美，叫 perfect， 所以 per 有彻底的意思，彻底看穿了，所以这个词叫透视法。你看他这个观点一般指的是 insight， 很透彻的观点，叫洞察力 insight， 看到里面去了。你看 in 叫洞察力 perspective， 所以这个词比 opinion 显得更加的透彻 perspective 啊。 individual 个人的，单独的，这个不难，词根在这儿， divide 切分划分，你看划分成一个一个的， divide into 嘛，所以名词叫个体，形容词叫个人，单独 individual。 形近词来，第一个副词 individually， 个别的，单独的。反义词呢，个别的，那反过来叫 collective， 集体的，集体的，对吧？ individual 是个人的， collective 是集体性的，集体性的，共同的啊， collective。 简单词不花时间， economic， 注意不要看到它就是经济，它指的是节能环保， economic 经济学的，经济方面的等等啊。比如说 uneconomic 不经济的，不盈利的，那这个做法不经济， uneconomic economics 这才是经济学， CS 结尾代表学问。能举例子吗？物理学怎么说？ physics， 没错， economically， 注意意思彻底变了，回到了这里，叫极简，节俭的。所以节能汽车怎么说？环保车，节能车，你不会写 Tesla， 电动车你不会写电动，你就写 economical car， 节能车啊，环保型汽车。 socioeconomic， socioeconomic， 你看，或者叫 socioeconomic， 社会经济学，社会经济的，你看 society。所以我讲不要强求不可知，要从已知推为止，这是我在新东方这么多年我认为最牛逼的一句话之一啊。除了那句叫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啊，还记得英文版怎么说吗？好， social 叫不要强求不可知，要从已知推为止。已知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society， 社会啊， socioeconomic， socioeconomic 社会经济的。继续，跟经济有关的考试当中出现的考察的有Fiscal cliff， 财政悬崖，你看很多国家政府要破产，中国一样，地方政府至少13个省份都处于那个边缘啊，叫 fiscal cliff， fiscal cliff 财政悬崖。 fiscal 财政的，注意啊， financial 是金融，不要搞错啊，财政的是两个概念，那是政府，政府有多少库存，就是我们说库房里还有多少银子，那叫财政，叫 fiscal cliff， 财政悬崖，到边缘了啊， cliff 叫悬崖。 IMF缺钱的时候找谁？找基金，对吧？基金来，比如说著名的考试当中考到的基金 IMF， 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感觉一下，国际是谁？货币是谁？组织是谁？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叫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的货币基金，货币叫 monetary， 看到没有？ monetary 基金 fund 叫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好， IMF 近义词来了，刚刚讲过跟钱有关的 financial， 金融的，财务的 financial， fiscal 财政，国库 monetary 货币的，这都是考试当中考过的，侧重点不一样啊。只不过货币不要看到这个词就土编的，就是 money， 货币更多考的是哪个词啊？记下来，货币更多考的是这个词，叫 currency， C-U-R-R-E-N-C-Y， currency 才叫货币啊，这个词叫货币。那么它来自于一个大家都认识的形容词，叫当前的，叫 current。 只不过 current 考研又经常不考形容词，考名词，叫气流、水流、电流，就一个词，流。
current， 比如说如果它用在海洋环境里， current 就可以叫漩涡，漩涡在里面，你看 current 水流嘛，用到空中 current 就可以叫气流。所以大家看还是看上下文啊，货币叫 currency， currency 啊，名词流叫 current， current 记下来就可以了，不难啊。好，这个部分不多说，继续 create 创造，创作力， creature 生物，人动物，你看创造了， creative 有创造力的，有创造性的，我讲过凡是结尾 ive 这是形容词，名词呢 ity。当然了，具体来讲 ive 结尾的词变名词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这要总结叫 ivity， 当然了它也是 ity 结尾，这两个名词，一个名词一个形容词，都代表抽象的名词和抽象的形容词。所以 creative 叫有创造力的，有创造性的，比如 creative opinion 有创造力的观点，对吧，就这么来的啊。所以它 creative， recreate 再创造，重现，再现。最有趣的是它有一个名词叫 recreation， 什么意思，我再次创造自己，重新创造，这次第一个意思当然叫再造，第二个意思叫什么，现叫娱乐，自娱自乐，或者叫找点乐子放松，很好理解，今天没什么状态，出去找找乐子，重新创造一下自己，洗牌的感觉， reshuffle， 对吧。所以经常有句话叫善于对你的人生进行清零，叫 reshuffle your life mode，shuffle 叫洗牌 shuffle 呼呼呼呼呼呼呼 shuffle reshuffle 再洗牌，重新洗牌，就这个意思啊。 recreation 叫娱乐，找找乐子， recreate 重新创造自己，名词来了， creativity 创造力，写下来啊，不难，创造力叫 creativity， creation 来吧，两个名词的区别有同学观察了吗？再讲最后一次， ity 是抽象的，所以它不可数，你看它的创造力可数吗？你有八个创造力，不能这么说话，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而这种名词后缀 ion， 它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做笔记，前面抽象，这个具体，所以它根本考试的意思考的不是什么创作，考的是创作物、作品，理解了吗？它是一个东西。我举个例子啊，有个动词叫 avert， 叫转移、避免、躲开，因为有词根 ver， 只要有 ver 就反转的意思，听清楚了，转移、避开。好，然后它有一个形容词叫 aversive。叫令人讨厌的，让人反感的，为什么看了他就想躲啊，抽象出这样一种状态。然后有了一个名词叫 aversion， 请看，由于是 ion 结尾，中国人把它翻译成讨厌就错了，因为你翻得像一个抽象的情感，而 aversion 应该直接翻译成令人反感的人、令人反感的事、令人反感的物，它是具体到一个东西的，因为 ion， 听懂了吧？所以你可以骂人怎么骂，你真是一个特别让人烦的人，你不要烦得那么复杂，你就直接说 You are such an aversion， You are an aversion 就可以了，听懂了吗？你真是，这是鬼斧神工啊！ This is a creation， 这真是一个创作物啊！啊，听懂了吗各位，这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我觉得我讲得非常明白了啊！来继续， creationism 创世说，不用多说了啊，创世说专门有这种宗教场合的意思， creationism 啊， creationist创世者， creationist， 夸人的时候太牛逼了，你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东西， you are creationist， 就这个意思啊。procreation 什么意思，生育，提前再创造，提前再创造，先怀孕嘛，对吧，所以叫生殖生育，不断的要提前，要一代一代人传下去，叫 procreation 接下来啊，叫 procreation， 生殖生育繁殖。那么一般我们讲到繁殖生育无非两个词，一个叫 procreation， 还有一个叫什么， reproduce， 又逼大家学一个形容词名词了，叫 reproductivity， 叫繁殖力、生育能力，你看 reproductivity， 生产力叫 productivity， re 再一次再生产的能力，所以也可以引申为人的身上，叫做反复生殖的能力，繁殖力，就这个意思啊，叫 reproductivity，就这么来的啊，生殖繁殖。那么还有一个词叫做 breed， 最后一个 breed 叫 breed， 它叫什么呢，它也叫生殖，只不过来注意这个叫滋生的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 breed an idea， 产生了一个主意，产生了一个想法，叫 breed 叫滋生产生。这个词的难点在于它的过去式
和过去分词长成 bread， 很多人就分不清，把它当面包了啊。 bread 是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也叫产生生殖 bread 啊，记下来啊， breed 滋生，不难。好，再看这个词根 legal， 法律法学的讲过多少遍，不花时间啊，过一下 illegal 非法的形容词，哎，形容词的名词化我讲过，形容词都可以往名词方向走啊，叫非法移民，你看 illegal。 同义词 lawful 合法的 legitimate， 纵使它再难啊，有 lack 就够了。考试那天一看哦，法律合法的合情的区别来了，这个叫合法 legal， 这个也叫合法，你怎么办？来，共同点是在合法性上，这两个词可以通用，正当性、合法性、合理，这个意思可以通用。但难点在于跟人搭配的时候， legitimate 它指有合法身份的，做笔记。而 legal 指行为合法。马上说一个合法继承人，你告诉我，合法继承人指的是这哥们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还是指他有继承的资格和身份？合法继承人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这哥们没犯过罪，说的是他有合法的继承资格。所以我们一旦提到叫法定继承人、合法继承人，这个法定指的并不是这哥们有没有犯法，听懂我的意思吗？指的是这哥们有身份。所以这个词来做笔记， legitimate 涉及的是人的什么？涉及的是人的 qualification 资格、资质，涉及的是人的 qualification， qua 啊， qualify 来自于动词，记下来啊，涉及的是你的资格 qualify， 合格啊 qualify， qualification 来感觉一下，把字母 y 去掉，改成 ication， 叫 qualification， 叫资格、资质，所以用这个词。所以合法继承人一定是 legitimate heir， 一定是 legitimate heir， 叫合法继承人。来，这个词的读音很销魂呐、啊，像空气一样 ，heir 像继承人。你不能用 legal heir 就笑翻了啊！合法继承人。好 ，consider 认为把什么什么当做，这个简单不扩展。consideration 关心啊，你看关心、体贴、贴好贴的东西，你看包场补偿费用，这个意思目前还没有考过，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consideration 叫补偿费用、报偿啊，那么主要是体贴。reconsider 不说了 ，re 再一次重新考虑。considerable。它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形容词，第一个 considerable 叫数量巨大的，等于 a large number of， 千万不要搞错，叫能够考虑的，不是啊。considerable 叫大量的，等于 massive。considering 刚刚讲过，考虑到基于又来了 ，in view of， 你看一回生二回熟 ，in terms of 叫依据基于，对吧 ？considering in terms of in view of 都叫做依据基于。好，词组。跟它有关的有 consider A as B， 讲过把什么什么当做什么什么，这个词组最大的难度在于 as 可以省略，只要是 as 都可以省略啊。比如说我把这次这个损失啊当成是上天的旨意，那它就可以写成 consider the loss 啊，不要 the consider loss 啊 a present， 好，我把它去掉啊，这样consider loss God's present， 你看很多人看到这样就崩溃了， consider loss God's present， 两个名字连在一块，其实是 consider loss as I would like to consider my loss as God's present， 我把它当作是神赐给我的礼物 present 或者 souvenir 啊，当成神给我的纪念品啊，所以大家注意这种感觉， consider as 是可以省略的啊，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有时候会看不明白。好，那么 A 部分到此结束，大家复习一下，进入 B 部分测试，祝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分数，然后我们再进入 C 部分。